票，他都快给一百个五的币票。虽然已经84岁了，陈阿嬷还是每天外出捡拾回收物，并没有因为年纪大而停下脚步。我看到有没吸起来咯，拍醒嘛，下来好好路人下去咩嘛，叫家人啊嘛。对啊，是啊，好靓哦。2014年，陈阿嬷的儿子因为罹患肺结核无法工作，生活陷入困境。后来击打慈济志工援助关怀，也启发了他们的善念。你们自己用啊，帮忙多少人家嘛，人哋帮我，我哋咪帮多少人咯。系咯系咯系咯，有对多咪帮多啲，冇话帮少啲咯。啊，大家个个头不回去嘅，哦，你大家个个头不回去哦。每个月的社区环保日是母子俩最期待的事。我叫拍，我叫拍电话给阿姨吧。我有人来吸，有吸痰巴无？有我未去咯，我惊未去嘛。古代也要做环保哟。对，对呀。自己家里做环保。有自己人。来，安住安住家里。有分咯，做肥做肥咯，光光另外光光咯。这个陈月英阿妈，她的人很乐观呐，她又很勤力的人哦。环保日啊，没有缺席过了，啊，他真的很勤力哦，这个阿妈很发心啊，真的我们真是很有福报的人哦，我们能出来慈济做慈济呀，真的很好喽。大爱新闻由金贝、许维莹，马来西亚报道。